中伟强 Simon 在70年代参加一个亚洲歌唱比赛，力压张国荣成为冠军。阔别歌坛30多年 ，Simon 凭着一首 Rolling in the Deep 成为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汪峰组的学员，因而再度引起公众关注。之后他重投乐坛，更为自己新歌摇滚周伯通作曲，希望可以活到老 ，rock 到老，成就梦想。 欢迎我们的乐团前辈Simon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钟伟强。嗯，好，Simon啊，我知道就是你阔别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啊，然后这一次带来这首新歌呢，是自己作曲的哦，这个摇滚周伯通，如果讲一讲为什么会有这首歌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子，因为这个歌里面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从头再回来，到这个乐坛。 还有里面带出来这个信息，就是给一些年轻人，就是来说呢，就不要这么快放弃。比如说你要打败，你要战胜这个世界，就是 OK， 你只有3分钟乐都没有用的。还有另外一段就是告诉一些比较情感的一些人，就是 OK， 比如说他以为他的年龄太高了，什么事情做不了。 OK， 我在歌词里面带出来的时候 ，OK， 你不用有这个想法，但是如果你懂得要面对、享受这个人生，你什么事情都可以的。其实我还有就是有点小好奇，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周伯通呢？是代表着你自己吗？是不是？是啊，因为在国内很多朋友都叫我这个名字，所以 OK 就带过来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玩摇滚嘛。 OK， 所以就把这个名字放下来了。说起摇滚，就是说为什么你就是在这歌词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外楼歌都有 rock， 就是很搞得江都要 rock 摇滚的意思。没错，所以你是真的非常钟爱摇滚哦。对对对，为什么有这个歌曲出来呢？就是因为我刚才说过了，跟一些比较情感的朋友，因为我之前呢，我邀请过很多跟我同一个年代的朋友出来一起。 玩音乐，但是他很多的他是这样说，就是，哎，我年纪大了不行啊，什么不行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我有这个感觉了 ，OK， 就是因为我们年纪大就 OK， 把我们里面的一把火再重大出来 ，OK， 就是这样，所以 OK， 老张都有 rock， 就是唱的，哎，所以用了多久时间来完成这首歌曲呢？ 大概2个星期吧，写一首歌，好快啊！但是歌词呢比较时间长一点了。歌词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写的时候，就很多事想不通，就是说邀请了另外一个伙伴来把这个歌词把弄得更好一点，就是 OK， 这是梁博健，所以怎么说呢？他可以把我整个的思维 OK 再弄得很清楚。他问我 OK， 你准备想表达什么意思？我刚才跟你们说过，我想表达这个意思。他那写出来的时候 OK， 之后就是 OK， 他写出来之后，我就很有感觉，他的感觉就哎，我可不可以放一些位置给我 ？OK， 我自己写下来。他说可以，就是我们一起来走，就把这首歌完成。那也很有默契啊，就是他很知道你要的什么，然后你也知道说哦，他写这些哪些符合你的，哪些自己要加进去的。那可是这首歌我知道还有一个国语版本呢。对对对。那国语版本你找了林小培一起合作，那国语版本有没有说在这个语言方面有没有沟通的问题？因为你们就知道听得到我的普通话一点都不普通啊，还不错啊。 对，OK，就是因为我这个专辑里面这个制作人呢，就是 CY Kong， 他跟了这个女生呢蛮熟的，当我有这个意思想唱普通话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哎呀，我有个女生，她以前是歌手来的，她唱歌很棒，但是写歌曲一样很棒。我现在就好啊，我可以就邀请她过来的。就之后我们在email 联系过，就是。 一样呢，就是我希望把我的意思怎么样，我给带出来。他，但是我看他发过来的时候，我感觉哇，真的有很棒，两个不同的味道，粤语有粤语味道，普通话啊，真的很棒。但觉得怎么说呢？粤语的比较强烈吗？强一点。但是OK，普通话感觉都是比较。
有很多话说出来是拐过来说的，你比较柔和一点的感觉，对对对对，因为广东话就比较直接嘛，对对对对，就像平时说广东话的时候也是比较直，然后国语就比较委婉一点，但是委婉一点又很摇滚的话会怎样，好奇怪哦。对，但是他用的词都蛮好的，嗯，所以我感觉哇真的很爽。嗯，那如果你跟就是台湾的音乐人还有香港的音乐人去合作的时候，你觉得感觉分别在哪里呢？分别因为怎么说，我觉得感觉就是啊，说摇滚的，我感觉这香港玩摇滚是比较重一点的，比较重。OK， 欧美这个味道比较重，台湾它有自己过的味道，你可以看现在500，什么它那种玩摇滚，但是它里的过的味道就比较柔情一点，所以两个味道有一点不一样，我过的感觉。所以可能就是听了你分享之后，或许还没有很了解，所以我觉得不如你马上就为我们演唱一下，现场演绎一下这首歌，好吗？摇滚周伯通交给你了，谢谢。好的，我真的是很好奇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哎，如果是广东就比较强烈，国语就比较委婉，那到底广东版的摇滚周伯通是怎样的？我们马上来听听吧。半世出初梦，人终于有神通，一听到身体的起哄，我发觉这个世界要敢闯敢闯先有种，要战胜这个世界3分钟方法便够用，我有我去救勇救搏，终于出太空，你信你有两下拼嘅无惧骨痛，就全力失控，要继续发梦。真的非常的摇滚啊！谢谢你，谢谢来到我们的嘉宾，我们一定会支持你，叫 Rock and Roll。OK， 谢谢你们。好，那赶快听听今天晚上的候选歌曲吧。
又到了投票的时间了，观众就可以拿起你们的遥控器，选择你们喜爱的歌曲哦。没错，大家有45秒的时间，然后按照遥控器上的颜色键跟歌曲要你颜色就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操控音乐你做主。好，今天晚上红色的代表就是有任贤齐和周立淇的《我的爱有你才完美》。绿色的有蝶君的《约翰与杨子》。黄色的有李十一的《自由落体》。蓝色的有魔幻力量的《我还是爱着你》。我还是爱着你，我仍无法接近，你是我的生命。好，回来还要再问一问 Simon 啊，那现在有新歌了吗？那么接下来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计划呢？现在这个这段时间开始做宣传比较多一点了，之后还要拍 MV 了，我的歌曲这个 MV， 希望可以我可以带给我一个好的成绩吧。一定会啊。是啊，而且如果真的有一些歌迷要求是说，哎，不如你尝试一些不同类型的音乐歌曲的话，你也会去尝试吗？我会的，因为我喜欢听，就是比如说我跟你一个朋友都说我很喜欢摇滚，但是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尝试不同的音乐的。也都很期待你的戏，不同的音乐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晚上的冠军歌曲也有了，赶快看一看是哪一首呢？今天晚上的冠军歌曲就是这个第二阶音的《约翰与杨子》45.5%，恭喜！好高的票数哦。是的，那今天晚上也谢谢Simon来到我们的节目，然后也希望你的新歌啊，继续的一直这样子 popular 下去，那支持自己的，坚持自己的摇滚梦。对，真的非常期待，而且真的，我觉得他对摇滚的热情真的是非常的澎湃啊。好了，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先听一下下个星期的候选歌曲吧，拜拜。让我记得恋爱过的好，让我记得拥着你起舞，让我记得给爱过的无需孤单太好，让我记得恋爱过的差，曾仿佛吃苦都享受爱千百味。我好戒备，曾经曾经